台湾嘉义那里也有花看，桃园部落人工培育嫁接的山茶花，眼下呢已经开满了山谷，娇艳欲滴。红色、桃红、鲜嫩粉红，以及洁净纯白，更或者是这种把里一抹淡粉，就像是擦了腮红，腼腆娇羞。在一线竹旗下，桃园部落满山谷人工培育的山茶花，坐在寒冷的冬天，美丽绽放。游客几乎因为山茶花不仅色泽鲜艳，花朵更是大到吓人，最大直径甚至有18公分。美丽的山茶花不只有单色系，像是这种粉红条纹，或是花瓣像是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堆叠建成的浪茶花，另外还有这株会发出淡淡清香的天香茶花。嗯，这清白哈。嗯嗯，一般也得会来讲。没有，只有来这个几片而已啊，加200多种啊，几片而已。天香。负责栽种的就是这张家三兄弟，无意间到台北阳明山，看到山茶花的美丽，毅然决然就把原本的槟榔园砍伐私分地，用来栽种山茶花。地会以作者拢有迄个本身不稳定基因的因素，所以讲地会，何你也感觉讲。随时都可以找到很让你惊讶的地方。山茶花基因不稳定，一株还能长出2种不同的花瓣。张家三兄弟接种山茶花，要让前来山上游玩的民众看到它的美丽。